讲什么？神是用他的爱来去等待我们。今天有十个，刚才讲八个不对，有十个，都是在那一个旧报上面的。好，感谢主，让他们今天能够在神跟众人的面前来去承认，他们是基督徒。是跟随主耶稣的，我要在众人的面前来跟他们讲，让他们把他们心里面的经历来跟你们分享。好，他讲什么？他是讲他是一个罪人。谁？谁？好，感谢主。因为主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喜乐，希望我们能够来加入这个大家庭，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成长。是。所以希望这基督可以洗清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希望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。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在耶稣里有平安。你们有没有平安？有。Amen。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感谢主拯救了我，拯救了我们全家，带给我们主，带给我们一家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愿意一切都追随主。Amen。一家哈，很好。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我也需要耶稣基督拯救我们。¿Qué son pecadores? ¿Qué quiero cambiar mi vida? Porque 我看到了耶稣给人类带来了幸福，所以我相信耶稣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要跟耶稣同在，保佑一生平安。因为我是罪人，也希望耶稣洗净我的罪。很好，因为耶稣讲，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，神也不能帮我们。所以我们成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神能够帮助我们，就好像医生一样。如果你去医生的话，医生说你有没有病，你说什么没有病，医生说怎么样，你有没有病，为什么来找我呢？所以感谢主，你不要
听来听去都是他们十个的神是罪人。弟兄姐妹，神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了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有罪的人，所以圣经上面讲什么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阿门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为两个用撒礼啊，你不要为什么要跟他撒礼啊？点水礼啊，点水礼。好啊，现在我邀请教会的同工啊，执事出来。教会的执事站进去了。Por este momento y nuestras vidas. Gracias por cada uno que están rindiendo su vida a Cristo. Gracias por lo que tú estás por mostrarles por las aguas del bautismo. Porque el agua no nos salva, pero el agua es una cosa que representa morir en Cristo y resucitar en una nueva vida. Pedimos, Señor, que tú puedas bendecir a cada uno de estos candidatos de bautismo, que tú puedas crecerles en Cristo y que tú puedas mostrarles grandes cosas en el futuro.Nosotros pedimos, Señor, una bendición grande sobre cada uno de sus vidas y de sus familias. En el nombre de Jesucristo, oramos. Amén. Ok, 你们可以请坐。那个水也没有。但是那里到天堂呢，不要拿这个，这个没有用的。上面怎么样？你怎么 进到上面？耶稣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？”你说：“哦，这不是为我受死。”No， 耶稣说：“我不舍得。”你怎么讲？你是基督徒啊？怎么讲？耶稣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？”啊？靠着耶稣哈、啊。对，但是有印记也没有用。耶稣问你啊。为什么要开门给你？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。对啦，你是谁的儿女啊？神的儿女啊。神的儿女，为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啊？因为耶稣已经拣选了我。哦，拣选了你，在马约翰福音啊，三章十六节啊，神爱世人啊，这个是不是拣选你？最重要的是说你。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这样就可以开门给你。你不是说我是上面的主持教会的指示同共没有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希望在上面见到你，我很肯定的，我要想去的。你有没有肯定啊？肯定的举手。哎，Amen, Pastor Jerry. He understands. Amen. 好，神祝福你。啊，赞美神。黄少华。Andrea 啊，对，是你的。你没有，我等一会给你们两个，不要
其他不要怕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那个点水礼啊，卷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杨姊妹，我现在是要啊为你点水礼。我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人必今来受洗。愿神耶稣基督带领杨姊妹一生来跟随主，带领他走这条蒙福的道路，永远帮助他、看顾他，荣耀归主。阿门。我现在为张卫贤姐妹来洒水来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张姊妹来受洗，愿主来带领她，永远来帮助她，引领她，支持她，帮助她，无论她在哪里，祝福她，让她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，荣耀父、荣耀子、荣耀圣灵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其他的也现在呢要到外面去，水很冷啊，但是我们有神的爱，应该不会冷。冷甚至圣的名为你姊妹来受洗，求主来带领他，帮助他，祝福他走前面的道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一心一灵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永姊妹受洗，求主来帮助他、带领他、看顾他、祝福他，让他一生的蒙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。那我们不要以为受浸跟洒有分别啊，在神来看来是一样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哈，但是呢不要把我洒水先呢、啊受浸，愿主来祝福他，带领他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快乐日，快乐日，要祝耶稣，我的灵。
恩要来，等一下，是进，走走来祝福他，带领他走前面的道路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求主来带领他，祝福他走前面的道路，不要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我要录一送一送，走出来祝福他，带领他走前面的蒙福的道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快乐日，快点走。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为教育与姊妹，受使求主的带领他走前面蒙福的道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快乐日，快乐日，求主洗净我中罪孽，心里清凉，极大欢喜，这日永远。前面一点啊，你抓好抓好，抓紧了抓紧了。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为朱世廷姐妹来受洗，求主来祝福她，带领她走前面蒙福的道路，奉主耶稣圣名求。快乐日，快乐日，救主洗净我罪孽，心里清凉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这样的。